化刹那为永恒，这是一个艺术家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常常在讲说永恒，其实永恒是不存在的，真正永恒就是只在当下。当你每个当下都很诚意的去面对的时候，那永恒才不存在。对，就是这个把握当下即永恒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等一下的问题的一个因为永恒当下的东西它没有办法重来，它没有办法拍演。就像各位今天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展览，从您到楼下到楼上到坐下，这没有办法再重演。就有这个展跟大家分享，就是面对当下，感恩当下，你就拥有永恒。